面的地方一定要朝下，然后放在椅子接缝的位置，好吗？哈，协理亲自指导员工，从座椅靠垫、椅位摆设全都超讲究。饭店业扩大据点，祭出高薪，大举征才。可以稍微做一下自我介绍吗？在某些经理职，我们会到达8万块钱嘛，那每一个职务来讲都是比市场会多出大概2至3千嘛。业务部订房化物、业务餐务部等经理最高月薪8万，餐厅主厨、副主厨55000元起，休闲中心副理5万元起，基层人员有25000元起。让陆生听到这个消息，一毕业就决定留在台湾投入职场。我今年22，如果我在这边面试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有28000到3万左右吧。饭店业其实都差不了多少。那其实我觉得工作成就感远大于就是对自己薪资的要求。北高饭店业者各喊出征才450人及150人外，加上基宜花金马多区求才，近期一共超过2000个职缺。不过面对陆客缩减，反而大举招募员工，不会怕吗？对我们来讲，当然是市场缩是的确是有压力了哦。房间多就是收益就多，好，这是规模经济嘛。那当然这个成本也会跟着降低。饭店业史上最大规模的征才潮开打，也让很多人跃跃欲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